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《乐龙大哥漫漫长夜》。我在家里住这么多天了，还是有人跟我说我有东西忘记拿。他说有一个油灯我忘记拿，我还真的忘记拿。其实我在昨天后置的时候我就有看到了这个油灯。Best be prepared for anything. 27%而已，好烂哦！下面好像还有一个东西，糖果棒。哇，就放在这里耶！等一下，我先点一下。我在家里住这么久，真的还有东西没拿哎。那个欢迎大家再跟我讲说，我有什么东西没拿，你们有讲的，我大概都会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们今天把这些油灯拆掉了。还有人跟我讲了一些油灯的小秘密。他说，这个油灯啊，耐久度一直烧，除了会降耐久度之外，比较烂的油灯比较耗油。他是这样讲的。那我行动啊，我把这两个油灯都拆掉，好不好？拆解，拆解。我有很多油灯。这样拆还可以回收一些油，有没有？我再拆好不好？全部都拆掉，行动哇！拿到 0.09， 我跟 0.09 真的很有缘呢、欸，不知道第几次了。再拆，再拆。在拆油灯的同时，我回复一下很多很多乌帕们，很多人留言都叫我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阿神最近去钓鱼了，所以大家也叫我说：“秋风，你怎么不去钓鱼？”我跟大家讲。秋风在还有吃的之前都不会去钓鱼啊、让你们死心啊，因为我觉得钓鱼就是一个培养兴趣休闲娱乐的好事情。在秋风没有吃的之前，我之前住在湖边，我都没有去钓鱼了，因为不想。现在连湖都没看到还叫我钓鱼，回答还是一样，不想，好不好？不想就是不想啊、这样可以吗？我刚才拆下来的油在哪里？所以也不需要再叫我做一些怪怪的事情了，好不好？我拆下来的油到底跑去哪里了？是已经加到油灯里了吗？所以我现在的油灯有 0.96 公，我很口渴了，讲太久了，口渴了，饮用。我等一下，我先去烧点水好了、哦。今天外面还在 QQQ， 问号问号小时。我先去烧一点水，然后好像还是很口渴哎，拿饮料出来喝好了。这么多饮料就是要喝的嘛，顺便带几罐咖啡在身上，转移转移三个转移好，喝咖啡，不是、喝汽水，啾啾啾啾。有人跟我说我的饼干要注意，我跟大家讲，饼干的耐久度非常久，非常久，大概比火柴嫩一点，不过比这些熊肉好很多。很久，再跟大家讲一次，非常久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这样放着嘛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我们现在的饼干是几趴？饼干是46%，最烂的是46%。我们都不吃它，就放在冰箱里。明天我们再来看它会变几趴。我现在要先烧水。我用报纸点火，用报纸点火，然后烧再生木材。我的再生木材实在太多了，烧几个好？烧六个，转移六个就要烧三小时。烧完三小时应该不会有。不会有什么不会有什么暴风雪了吧，我不敢讲啦，生火，因为有可能还会有，不敢说哦，世事难预料啊，而且这个点火真的很久，如果有空即便100%，是不是也要把促燃剂加下去，让这个时间缩短一点，不然就是要靠我后置，不然就是要我一直讲这些屁话。好了，烧完了。加六个进去，加六个，然后龙血，
龙四四五六五公升全部融化。好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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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应该随时要取消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怕烧到口渴，烧到口渴了。哎、欸，我已经取到五公升了，我不是没烧完吗？是烧完了还是没烧完？反正我拿到五公升了。哎、欸，有点神奇，进水药片全部拿出来。进水药片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这个放进去好了，这个比较多趴。大家喜欢叫我用少趴的先用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少趴的先用。进水药片使用，三块一起用，预防立即，可净化一公升，一次一公升而已。我直接在这边使用，哎、欸、不行，这边是饮用，所以要这样一直点，就一次只能摇一公升，摇我摇我摇，我再摇，我拼命摇，很像做泡沫红茶一样，摇摇摇摇摇，我、珍珠奶茶哦，你要大颗的珍珠还是小颗的珍珠？你要加冰还是不加冰？要去冰吗？半糖还是无糖？好啦，摇完了啦。我有五公升的水了，还有时间呢，顺便煮一下咖啡好了。在这边摇好久、哦，煮熟咖啡啊，一小时可以煮个咖啡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还没喝水，在这边煮什么咖啡啊？都快要渴了。饮用，煮一杯咖啡需要化到0.25公升的水。那一杯咖啡才0.1公升，那你0.15公升去哪里哦？煮咖啡的时候蒸发掉了、哦，蒸发的也太多了吧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的水就这样凭空消失了、欸，真的叫做凭空消失，因为变成水蒸气啊。刚才好像煮错了是不是？不晓得，就是变成水蒸气之后蒸发上去了，看到袅袅的烟雾，那个就是水蒸气。好了，我们煮完了，要不要煮罐头？不煮了啦，我干嘛没事带罐头在身上？罐头超耐久的，把它放进去好了。罐头，罐头在哪里？罐头在这，放进去。32%，我们明天也可以看32%下降了几趴，好不好？就带这些东西出去好了。我应该要再多带一块熊肉，熊肉我来了，熊肉哦，这里已经有76%的，这里已经有76%的肉了，带一块在身上，把废金属放进去。我这里还有几分钟，还有29分钟，可以取火把吗？取出火把，剩8分钟，耶、yeah ，熄灭，很好，我把再把一些东西放进去，铁片，哎咻，放不进去了，柜子满了。我铁片放到柜子满了，放隔壁啊，已经满了哎、欸，太夸张了吧！而且还有人跟我说，秋风，假如你不生火，你这些东西都不要带了。说得好，那我都不带了。我出外应该不会生火。现在衣服这么暖和，其实没有什么生活的必要。那我全部都转移进去，哦，这些都不要了，全部转移，好不好？空空的，把这些东西都清空。这个要带吗？这个0.1公升，其实很轻，不需要。这些不用不用。好，我把放大镜也丢下来，就可以差不多要该出门了。放大镜，我不生火，我带放大镜干嘛？我连木材都没带了，我带放大镜干嘛？还有什么东西没带？吃的带了，今天打算走远一点哦。这个带好了，这个内脏十哦，干化内脏10公，这下面有东西吗？好了，我们不要了，我们没事就还是拿着发烟筒。这个形状我看了特别喜欢，而且点起来特别有用。我发烟筒失手一次，火把失手2次，而且今天好冷哦，我好饿哦，吃一块熊肉好不好？我出门，等一下我
我吃饱再出发好了。我竟然还没有出门就把熊肉吃的差不多了，这不对，这不对，太好笑了！一出门就把熊肉吃光光，这在搞笑吗？哦，再带两块在身上。为什么把东西都撇下来了，还是这么重啊？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重啊？我看一下我的包包，这个要带，是因为水带太多是不是？好好好，水带太多，我冰一点起来好不好？想不到水还这么重，而且这个呼啸声真的很夸张哎！我放两公升进去，带1.6公升，25公斤，背包还有25公斤哎，所以。必要的东西就25公斤这么重哎、欸，各位，25公斤哎、欸，啊，这些暴风雪就是不欢迎我出门啊！哎哎，我们去看一下鹿皮好了没有，好不好？如果鹿皮好了，我们就哎、欸、好了，我们去做鹿皮酷酷好了啦。我们不要在这边做一些有的没的了，把这全部转移出来。我们要去地下室，去地下室做事。想不到今天他不想要让我们出门，想要在我们农舍里面鬼混，有没有？哎，天气好嘞，才刚说而已。你不要阻止我，我现在就是要做鹿皮酷酷了。刚刚不让我出门，现在机会没有了，我现在才不理你嘞。我们到下面，然后看一下我的柜子里，柜子鹿皮全部拿出来，这里还有一个6个内脏哎。然后我要做一下工作台，鹿皮酷酷需要4个，好多、哦，要做25个小时，我忘记带针线包下来了。带完针线包应该就变12.5个小时吧，缩减一半。我忘记带针线包了，从这边跳下去会不会受伤？哎、欸，不会。还有刚刚紧张了一下，而且每次走到这里都很像，有没有？怎么这么暗呢、啊？喂，好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只不过要点一个出入口，你这边一定要这么暗吗？啊！进地下室一定要这么暗吗？我要走这里才对。我要拿针线包。你看，又吹大风了，又吹大风了。哇、哦，温度在狂降。好了，我不要理你了啦。管你今天天气好不好，我们今天就在家里做鹿酷酷的。我煮了3杯咖啡、欸，感觉就是天时地利人和，有没有？就是要疯狂的做。我还怕一个针线包不够做，带2个好不好？怕一个做完还需要另外一个，要拼命的做。这里就是去地下室有工作台麻烦的一点，还要走到地下室去，真是麻烦，还要这样绕一圈。不过这里这一间应该算是电波塔，电波塔就是很高嘛，在高山上，这里算是平地最舒服的地方了。如果它有一条道路直通地下室的话，感觉就更爽了。我们要不要点个灯？看一下这附近有还有什么东西没看，好不好？这更干了，都空了，好不好？这里都搜索过了，真的都搜索过了，好。我们也上面也看一看，有可能是遗漏到比较高的地方。好了，都没有。熄灯，不晓得为什么要开灯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要做鹿酷酷鹿皮酷酷12.5个小时，我们要花先花5个小时来做，开始制造。哎，我应该先喝咖啡，对不对？我太冲动了吼！哎呦哎呦哎呦，做到口干舌燥了，这样不对啊、哦！不行不行，喝点水饮用，喝水吃肉。就哎我干嘛喝这么多水？我应该喝咖啡的啊！啊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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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喝咖啡还可以解解渴。哎，算了啦，喝一杯进去了啦。再做5小时哦，
陆酷酷在制作 5.5 个小时，一口气做 5.5 个小时， 5.5 开始制造，剩下一小时的阳光了，剩下10小时的黑暗，我们今天就可以熬夜把陆酷酷做完欸。哦，又问号问号小时了，还剩2小时就做完了，看来今天过得蛮不错的欸。陆酷酷就要完成了，饮用，继续喝下去，再喝一杯咖啡。我是不是应该把一个针线包放在柜子里啊？点一下灯，把一个针线包放在这里面，不要一直老是两个针线包。我也不知道他用哪一个，他刚刚也没有得选，剩到48%嘞，用的还蛮凶的。哦，原来缝这个是用最凶的。剩下2小时哦，花2小时就做完了。好啊，制造再花2小时，这个还不能选呢。2小时就2小时嘛。哎，鹿鼻仓库完成，把它穿起来。我所有装备到齐了。鹿皮仓库，哇，加3度哎，穿戴原本是加几度？加 1.3 度、0.4 度，变成加3度。现在总值加22度，我不是加了3度吗？我本来就21度哎，照理讲应该要再加上去啊。到底哪里缺了什么？嗯，是这个靴子开始烂了，所以保温在下降，还是这个兔皮手套？哎，最差的就是这个哎，鞋子哎，所以我有空应该要补一下这个鞋子，对不对？79%了，行动，修补量21，79%修补量本来就21啊，等它再烂一点的时候再补好了。要干鹿皮一个，到底划不划算啊？2干鹿皮就可以做了欸，那我把它拆开来，拆解可以得到一张鹿皮，缝回去也要一张鹿皮，补要2个鹿皮。我看一下花的是不是时间。还要多一条肠子，肠子蛮多的，可是做鹿皮靴要好久哦，感觉这个交易好像，而且还要损耗针线包欸，这个交易到底划不划算呢？加4度，要12.5个小时欸，我们需要为了这小小的几趴就全部拆掉重来吗？带我思考一下好不好？12.5% 不是个小数，不是啊，12.5 小时不是个小数目欸，感觉很久欸。好啦，我现在有鹿靴靴了，欸，鹿酷酷，鹿鞋，鹿酷酷，这个暴风雪吹整天都不会累哦，在外面负8度了，还是进去好了，我干嘛在那边感受一下风在吹啊？目前状态良好，一点渴，一点累，喝点水，饮用，吃点肉，就他每一次喝水的时候都喜欢就这样喝一喝就，然后吃东西的时候就会有没有听到？就是我们主人公会做的事情。好了，我们上去了，休息了，今天要睡觉了。今天过得十分的充实，十分的简单，就在家里碎碎念，然后把鹿酷酷做完。哎，这样就好了，一天就这么过了，睡5小时，就是不停的工作、睡觉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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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工作、睡觉。哎，阳光剩12个小时，哎。我生存了34天了欸，哇哦，34天欸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会，拜拜。